这是一间隐身在破子巷弄间的食品厂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买什么？买什么？综合。即使是冷的天气，就与心知人络绎不绝。因为来到这里，不仅香气四溢，浓浓的人情味更是让心里暖烘烘。手工饼就是要色香味俱全，随着时代潮流在改变了。我们以前是打，是一个一个打。60年前我就有这样，就有这个东西。60年前，这个是时代的演变。民国伫个50几年代啊，伫60年代才阮香港倒来，阮就感觉有这个物件，啊，就开始用手工做啦，开始用手工落去研究做啦，啊，做了后，佫经过10几年后，德国有进口出来这款的，啊，人就去仿啦，啊，阮就随买随做安尼啦，啊，研发了后就是做这落的啦，物品整齐，夺人心目。爱的达到现在，这样人生活都有意义啊！是这样子啦。我这个以做饼干为主，你可以吃啊，这样可以吃。吃看吗？这够脆的。安娜，好不好？我先花少少。啊，就等下烘起来。150，超便宜的。对不？这超大包的。对啊。好。这个超40吨啊啦！咱像那个铜板，铜板这个有40吨啊啦。这个哦，唯有之子啊，哈、哦，唯，哈、哦，即唯对吧？嗯。五对吧？五对吧？嗯。之对吧？之啊。只要你自己懂得快乐就是快乐啊，没有什么不好过的。不顺劳顺念的，那这是慢慢在混的。40多年了，我的大女儿已经40几岁。我爱你，谢谢你，对不起。哎，这个对太太的誓言啊，太太，这个是自己唱歌，要怎样唱才能得到冠军？我18、19岁回来呀、啊。回来工厂啊，回来自己开、啊。民国50年那个左右，我参加破子镇第一次的全民歌唱比赛。获奖状的呢，听书的呢。哦。哎，你的破破唱唱完嘞。热爱歌唱的张老板是歌唱比赛的常胜军，在平日烘焙工作之余，也会参加歌唱比赛或担任比赛评审。这算是张老板跨界的另一项才艺。我带给人家健康快乐就好了，所以我标签就是安尼，我标签就是安尼，健康快乐，这是两个不行。